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口罩生产车间，看一下我们这种一次性医用口罩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内外层的无纺布、过滤层的熔喷布、鼻梁线等材料的这个一次性的输入。灭菌型的口罩呢，在出厂前由质量部门依照抽样的规则对每一批次的产品进行抽样检测，能够对每一批口罩进行一个质量追溯。